Let's go. Where? To the left. Take it back. Two hops this time. Two hops this time. Right foot, two stumps. Left foot, two stumps. Hands on your knees. Hands on your knees.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Eight Summer 回到我的故乡，就是我台湾，就是台湾。我妈妈爸爸从台湾过来，在英文就很重要，在外面，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教英文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小朋友他刚开始很害羞，不熟啊，那讲英文没有讲很多，就是比较害羞。我讲英文之后没有回答什么英文，就这样子坐在那边看我一下，讲英文跟他说 Hi 还是 Hello 还是。How are you doing？ 这样子比较简单的东西，可是敢讲就是很厉害了。来，营队是想要帮助我的英文更好，然后一边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然后让我的英文可以再提升一点，然后帮助更不会的人。我觉得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个人认为是我想要提升自己对外国人讲话，还有训练听英语能更准确、确实的在脑中翻译出来的速度。这些华裔青年从美国来，他们本身就是非常热情，在食衣住行方面他们都非常的融入我们这个在地的文化，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性情上面是我们觉得说是非常喜悦跟一些鼓舞的作用。至于我们这个孩子，因为开始的时候可能听跟说是他们应该听得懂，但是不敢说，所以现在之后两个礼拜之后，他们的听跟说的能力不止提升，而且改讲出来。其实我们现在的教学已经12年国教之后，不是着重于考试你得几分，其实着重是活用的能力，以后去外面跟人家竞争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我们因为这一个活动的让老师的教学能课程设计能力跟未来他对在教材的编写方面，他能够更加创意，而且更加活泼，在游戏中来学英文，这样子英文就不会有恐惧感，而且是就像一个故事的刻痕，刻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